也双线操作，这把比较好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双线操作。可以。全军出击，红蓝红国盔，国盔是什么意思？哦，这十二金钗，白票，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儿后别来，一万出来了。有点痛啊，哇，两个杠，一万没了。升级升级，怎么了？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这你还能不射？没闪的。2000万啦！我怎么就2000万啦？
哎呀，还是输啊！我靠，这牌也输。队友来了，封的舒服。再见，好的，配合的不错。一个塔皮，距离不够，啊，一点都不慌。还搞他个点燃。这个船长打得很刚。这个船长被抓懵了，心态炸了，连抓三次，他非要压，那没办法。再吃他一层，回城，来一个吸血鬼结账啊，不然他老是 Q 我。这样就不怕他的消耗了。苍穹之月来给他敲走，你走。哇，盲僧打得可以啊。打得不错。正在充电。西兰。他已经不值钱了，他就一百多块。蓝不用回啊，我可以吸。
十点法力值。时刻准备的。回蓝。他受不了了，回家了。哟，不回，不回就吃我加龙炮，好，可秒，先骗他。嗯，这你肯定没法反抗，豹女在上。回家，无所畏惧。我替你还是作为不客气。Shut down。两边打眼都很秀。看到我上去了吗？下路优势。哟，他往下跑的，撤，给他跑掉了。应该往这边呀。难道他交闪了？插了个眼，是时候进行抵抗。这好像抓不了，看到我了。敲回去，好，缓速敲。哎，他的这个 Q 技能太快了，我靠，你这么冲动吗？这怎么杀得掉啊？他有这个回血了，有点亏，有点亏，我被终结了。他不回血的话，我是能跑出来的，因为我有这个加了一手护盾，是能出来的。继续去上路，把这个塔推了，带个扫描，来个 CD 鞋。都还行啊，除了船长有点懵。
啊，身后有没有人呢？有，还好我没上。身后有个豹女。不浪啊，不浪，看不到人不打。后跳去，准备收轮。把这个龙吃了，我们再推倒。一步错，他们要争这条龙。那他们肯定争不到，我没有卡利斯塔。好，哎，挡住了，我操！关系，踢到了，可以，交给我吧，你跳跳，挡住了，再见。还追，124刀，可以刷的还不错啊，是个高手。我将照亮前进的路。这把他们输出很高，来个复活甲。兄弟，绝对不要回头。我操，这么多人呐、啊！我操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？什么意思？很赚吗？不觉得很亏吗？四个人。都没招了吧？继续带，还在追。哟，看到一个人头了，这个剑交给我了，他死了。无所畏惧。
好，我去拆二塔啊，你们拆一塔，分头。这样子好拆，不然拆不了。再上去拆塔，塔拆的差不多了。完毕。放眼未来，他应该会过来。我靠，还这么巧的事情啊！他居然放 W， 他 W 就这样就放了。正好这个眩晕时间太久，等我一下，我来收个红，马上到。我都会了，打龙吧，来，大龙收了，大龙收了，他们死完了，直接收。没打呀，打龙啊！给个灯笼，再见。现在不轻易敲塔了，那这个人开 W 开的有问题。我确定他不开 W， 我再敲，或者拿开完我再敲。可吃，直接打他。我们现在团战包赢，够得不错。哎，给我上点人呢，你这个。这是点燃单挂。
好针对，我只能说对面好针对。还好出了复活甲，我将照亮前进的路。勾他，闪现勾，给个灯笼。搞针对，对面很缺，对面心太大了。硬手。